特搞笑，我觉得一群单身在这儿听。怎么是一群单身呢？哎，怎么是一群单身呢？除了你俩以外啊。跟你说，只有单身的人才是最能理性分析这一切的人。是吧？嗯。汉哥，这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吗？初恋这种，你是觉得你更有想去呵护他所有的这个信心，还是说他谈过恋爱了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他初恋跟我的话，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了。哦。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就我对于这方面的信心了。等会儿，汉哥，你刚才说的不是台词，是真心话，对吧？我还跟你大冒险呢！救命啊！哦，很猛啊，很猛哎！你试着说一遍，你再重复那句话。如果他的初恋是……你没气势，你怎么又？如果他的初恋是我的话，我就祝他幸福。我不行啊，演不了，演不了，我演不了，我要去。